你是大瞎子，我是小瞎子。你是大瞎子。等一下，给我认真一点。好了，垮了，垮了，垮了。你是大瞎子，我是小瞎子，我以后就跟着你了。什么？虾米不行，不自然了，虾米不自然了，就瞬间要补充才可以，要自然的瞬间。叫鬼魂，几百傀儡，那叫傀儡。对不起，回去补补翻。傀儡是怎么就被人控制？对，反正就是那个脖子上开始长裂纹，哦、对，长裂纹。黄色脱脑是爱心的，然后你要演这种。你如果某天突然变身什么，我是那种就是我的灵魂就是思想还在、嗯、但是就是那个啥了、嗯、肉体没了，就是也不能说话了、啊、然后眼睛也变成那种就是看不见了，就真的看不见了。红红的吗还是白白的？白的。你是真没看了？我没看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回去补翻。眼珠也是白的。眼珠是纯白瞳。所以我那不是很吓人？对啊，所以我一出场很像火影啊！我天哪，我一出场那个镜头就是那个一个窗上有个洞，然后一下子出现了，然后嘴里在流血。哇，嗯、鬼哇，好有趣！你现在已经演了这种有趣的角色，好羡慕，我也好想演。嗯，就是当时我自己我就特别怕，我这个下巴下来的时候会有双下巴很丑啊什么的。你在创啥？我就会。这样子张，但是导演就说、一点都不恐怖，他就必须张的，就是要吓人，这真的是要吓人，镜头就是要吓人，镜头就要吓人。